点点，你跟孩儿今天该洗澡了啊！你俩谁先洗？啊？谁先洗？谁洗谁好孩子？啊？啊？你先洗啊？那跟他洗啊？哎呀，跑得可快了！你不让着孩儿点了？你先洗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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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搁这里洗是吗？啊？啊？咱们喜香香、喜美美的老铁们都给咱们点赞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哈。我用的是蒸压功能通用接头的小花洒，好用哦。宝贝小乖乖，数你最可爱，心灵多么的纯白，你最惹人爱。宝贝小乖乖，想把你宠爱，只想把全部的爱都给你依赖，小乖乖。每一天因你而清醒明朗，像太阳温暖每个地方。洗毛巾擦干干，节省吹风拉毛时间，吹风机吹一吹拿，毛发更蓬松更好看。今天妈妈给你修一个六毫米的清爽短装，好不好啊？用地修啊。好，脖子下方顺毛平行向下推，好用。这款推的真的不卡毛。喉结部位也是顺毛向下推，包括肩膀两侧。换圆刀头剃釜底毛，釜底毛也是顺毛向下推。圆刀头剃脚底毛，腿不用剪刀，修长小圆柱，头部也是慢慢的精修，还有耳朵哟。点点，你修完毛真漂亮，你拽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哎呀，真好看是吧？啊，给大家打招呼啊，好宝。真乖，长得又干。